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感谢赞美神，让我们能够走进今天美好的周末，星期五。那今天早上我们的经文就是在马可福音第八章到第十二章，我们欢迎也鼓励弟兄姐妹翻开你的圣经，一起来看马可福音第八章到第十二章。然后今天我们要默想的经文就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到第七节，让我们这个时候花一点时间一起来默想。愿上帝祝福你。那我们今天早上默想的时候，我们也同时花一点时间来祷告。那我们也把今天早上的连结分享给我们其他的组员、其他的弟兄姐妹，愿上帝也一样能够来祝福他们。
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那好不好？这时候我们就花一点的时间来默想神的话语。那我们在这个经时的当中，主要的主题就是我们要学习聆听圣灵的声音。那好不好？这时候我们说，我们向神祷告说：“主啊，让我今天早晨我们能够聆听到你的声音。”那今天早晨我能够学习来听你的话语，主啊，你向我来说话。今天早晨我举起我的双手来到你的面前，愿你的灵与我同在，愿你能够向我说话。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好不好？这时候我们花一点的时间来到神的面前，来向神来祷告。哈利路亚，库拉巴西基里里里里安达拉巴山呐，告诉他你有多渴慕他，告诉他你有多饥渴他。哈利路亚，主啊，在这个周末我要多多的得着你，今天早晨我要更多的领受你的恩典，哦，领受你的祝福。主啊，我谢谢赞美你，哈利路亚，库达拉巴西基里里里里里安达拉巴库图鲁姆西基里里里里安达拉巴山的，哦，哈利路亚，库达拉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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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里安达拉巴沙卡里安达拉巴山的，告诉他你多渴慕他，哦，说主啊，我饥渴你。我要更多的得着你，哦，主啊，我要更多的领受你，领受你的恩典，领受你的恩惠。哈利路亚，库拉巴西基里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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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达拉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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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里安达里安达拉巴山达。哈利路亚，库里里里里里里安达拉巴巴巴巴巴里安达拉巴巴巴巴巴巴里安达拉巴西基里里里里安达里安达里安达拉巴山达。哈利路亚，是的，耶稣，耶稣，我谢谢你，耶稣，我谢谢你，耶稣，我要得着更多你，更多 ，more of you, more of you, feel us, oh God, feel us, oh God。哈利路亚，库拉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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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里亚达拉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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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亚达里亚达里亚达拉巴沙达。Ba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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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承认你就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今天早晨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因为你就是我们所敬拜的上帝。主啊，这时候我们要把我们敬拜赞美的时间交在你手中。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那么今天早晨我们一起的来敬拜我们赞美我们的神，因为他是我们的喜乐泉。耶稣，你是我的喜乐泉。是的，他是我的喜乐泉。耶稣，你是我心中渴慕。是的，告诉他，他是你心中的渴慕。世上唯有你，一生寻求
认识他。哈利路亚，我要常常敬拜你。是的主啊，我们要常常敬拜你。每年的每日每夜，我要不停感谢你。我要时时尊崇你，我要时时荣耀你，无时无刻时刻地万物都要敬拜你。我们宣告彼此相信了主啊，你是我们的喜乐泉，今天早晨我们要欢喜快乐在你的面前敬拜你，你就是我们的神，你就是我们的救主，哈利路亚。耶稣，你是我的喜乐泉，耶稣，你是我心中渴慕，世上唯有你，一生寻求。是的主啊，我要认识你，哈利路亚，我要常常敬拜你。主啊，我要常常的敬拜你，每每秒每日每夜，我要不停感谢你。哈利路亚，我要时时尊重你。弟兄姐妹，让我们告诉神，我们要常常的敬拜你，常常的尊荣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在我的祷告里渴望遇见你。是的，在我们的祷告中，我们渴望遇见神。我的手跟随你，顺服你旨意。在我的祷告里渴望遇见你。是的，主，我们渴望遇见你。我的主跟随你，顺服你旨意。主啊，我们要常常的敬拜你，赞美你。是的，每分每秒我们都要赞美感谢你。我要时时尊崇你，我要时时荣耀你，无时无刻和时刻的万物都要敬拜你。我要常常敬拜你，我要常常赞美你，每每秒每日每夜我要不停感谢你。我要时时尊崇你，我要时时荣耀你，无时无刻和时刻的万物都要敬拜你。我们宣告彼此相信和真。哈利路亚，我们要宣告主你必赐下喜乐泉，哈利路亚。阿们，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哈利路亚。阿们。是的主啊，唯有你，唯有你是我所敬拜的神，唯有你是我渴慕的神。主啊，你就是光，你就是道路，你就是生命，你就是真理，哈利路亚。主耶稣，让我们一起来宣告，主耶稣，唯有你是主，你是主，你的名，是的，超乎万名之名，远超乎万名。你是光，照亮这世界，照亮这世界。一起来宣告，弟兄姐妹，你是爱，他是光，他是爱，与我们同在。唯有你，唯有你，那我们一起来宣告，超越世上的一切，唯有你，掌管世上的一切，唯有你。世上的一切。
稣，是的，主耶稣，唯有你是主。你的名，你的名远超乎万名之上的名，远超乎万名。你是光，是的，你是光，照亮这世界，照亮这世界。你是爱，你是爱，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在。唯有你超越世上的一切，唯有你掌管世上的一切，唯有你胜过世上的一切。是的，让我们一起来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宣告。是的，喊出你的信心，宣告出你的信心，哈利路亚。一起来跟我一起呼喊。是来呼喊，你超越一切，你超越一切，你掌管一切。哈利路亚，你超越一切。是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呼喊宣告。我
我们爱你。让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是的，主啊，我们更多的渴慕你，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追求你。耶稣，主啊，我们要回到那起初爱你的心。回到起初，唯有你是我心满足。回到起初，唯有你是我一切。回到起初，唯有你是我心渴慕。哦，耶稣，你在我心深处，我灵渴慕你，渴望遇见你，单单寻求你，耶稣，只为是的，主啊，我们全然的敬拜你，更多的渴慕你。伟大起初，唯有你是我心满足。伟大起初，唯有你是我一切。伟大起初，唯有你是我心渴慕。哦，耶稣，你在我心深处，
是的，主啊，我们全然的敬拜你，全然的渴慕你，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大家早上好，好不好？这时候呢，我们花一点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今天早晨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祷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拦阻我们敬拜你，主啊，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拦阻我们对你的爱，拦阻我们来到敬拜你。我们可以看到，主啊，每天早晨有一群非常渴慕上帝话语的弟兄姐妹，就在我们当中来追求你，就在我们当中来寻求你。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如此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今天早晨就是我们进入四十天禁食的第八天。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昨天是第七天，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数目，就是 perfect number， 一个完整的数目。所以弟兄姐妹，我要鼓励你，你能够经过一个星期七天，换句话说呢，你已经经过了第一关，所以你第一关已经经过了，你很棒啊，很棒。因为很少人进食呢，都能够超过七天的哦，所以呢，继续加油，继续加油。所以我们要进入第二个阶段，上帝要大大的赐福大家。那好不好？这时候我们一起来翻开《约翰一书》第一章的第五到第七节，第五到第七节。我们感谢赞美主。那倘若今天早晨你发现我的声音好像有点不同，是因为我换了一个新的麦，如果你们感觉有什么情况的话呢，可以在脸书上给我一些的 comment， 让我知道你们听的是否清楚，还是太大声，还是怎么样。因为我们希望我们在直播方面可以更多的进步，可以让弟兄姐妹听到更清晰的声音哦。我们感谢赞美主。好，我们一起来看《约翰一书》一章五到七节，我们大声的一起来读。这里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怎么样呢，又报给你们的信息。第六节，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在黑暗里，就是说谎了，不行真理的。第七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感谢赞美神，我们看到现在已经进入了100人。那我们看一下这段经文，它主要要讲些什么。那我们看到了，那第五节，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亲爱弟兄姐妹，那我们看到刚才的那段经文跟这段的经文到底要讲什么。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约翰呢一书一章五到第七节，他讲到说，神就是光。那除了神就是光，第二，神住在光中。然后呢，神如果不是光的话，人就没有办法治罪。弟兄姐妹，有时候光的功能是很奇特的。那我们知道呢，当一个空间是黑暗的时候，只要你打开灯，这个黑暗怎么样呢？自然而然黑暗就聚散了。黑暗不可能说我不要离开，我不要离开，我要黑暗到底，然后光来之后，光就跟黑暗打架，然后两个征战，然后怎么样呢？就可能光会赢，或者光会输，或者是黑暗会赢，或者黑暗会输。那其实没有这种道理。
只要是黑暗，光一来，黑暗不得不离开。弟兄姐妹，你在家晚上开灯的时候，有没有黑暗跟光在挣扎呢？没有的。所以这个就表示一样事情，上帝的能力是大有能力，只要上帝的光临到黑暗里面，黑暗不能说他不要走，他是没有选择的。The darkness don't have any option， 他不可能说不要走，只要有光的地方，黑暗肯定就走。阿们吗，弟兄姐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看的今天这段经文，他要告诉我们这是什么。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神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弟兄姐妹，那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只要你到哪里，黑暗不得不离开。所以只要我们住在神的光里面，人肯定会看见神的光。阿们吗，弟兄姐妹？所以当你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你就不会害怕去除偶像，对不对？那为什么你害怕除偶像？因为呢，你觉得你里面没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有光的。那第一件事情，第一我们要看的是有神的爱与神的光。神的爱跟神的光它是同行的，它是连体的。只要有神的光的地方，它就有神的爱；只有神的爱的地方，它就有光。它就是这样的。所以神的爱跟神的光是分不开的，分不开。那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就是说只要有光的地方，黑暗不得不离开；只要有爱的地方，妒忌不饶恕，不得不离开。明白这个真理吗？所以你看到，如果你可以接受只要有光，黑暗定会离开，那么你就要接受只要有神的爱的地方，任何竞争，任何不饶恕，任何不圣洁都要离开。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身为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很重要一件事情，只要我们把神的爱流露出来，一切的憎恨。那为什么很多时候教会很多的纷争啊，真的因为爱不够，爱不够。好，所以我们看到有神的爱与神的光，所以信徒的内里有神的爱，就有神的光。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说你有神的爱，那我就要告诉你，感谢主，你就有神的光。如果你说你有神的光，那我说感谢主，你就有神的爱。那等一下我会慢慢解释。第二呢，有神的爱哦，人就会热情起来。为什么有神的爱就会有热情起来呢？因为他讲了光啊，光就是热的嘛。有没有什么光是不热的吗？不可能，光是热的，是火热的哦。这个光是热，所以有神的爱的地方具有火热，有热情。所以你看到一个有充满爱的教会，你一进入的时候，你敬拜赞美，只要他唱起歌来，他就充满着热情。就好像每一位弟兄姐妹，我虽然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在敬拜，我可以感受到弟兄姐妹的爱。每次我说阿们的时候，大家就在页面上一直放阿们阿们阿们，所以我可以感受到你们的热情。所以你们是有神的爱，有神的光。所以有热情呢，接下来很自然它就会有尾声。有热情它自然有尾声哦。If you have passion, that you will have commitment。 所以只要你有热情火热的话，就很多的尾声。所以你看到教会的年轻人，当他们有热情有火热的时候，他们就尾声。弟兄姐妹，教会就要有热情。很多时候我们喊热情热情，那
很简单，每次你想到热情的时候，你就要想到我有神的爱，我有神的光，我有神的光，神的爱。那第三，有神的光就有圣洁，有神的光就有圣洁。圣洁就是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就是你愿意把你的生命分别出来给神。那可能你会说，牧师，什么是圣洁啊？那我告诉你，今天早晨你来到这里听直播，就是其中追求圣洁的一部分。怎么说呢，牧师？因为6点15分到7点半你都不做别的事情，你就是听直播，那你就是分别为圣，对不对？那今天就是8月14号，那你可以说2020年8月14号6点15分到7点半之间我分别为圣给神。神就说，哇，这个弟兄姐妹，你看他要追求圣洁，要更认识我。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你要活出圣洁的时候啊，你就有影响力。怎么说？当你听这些诗歌，听这个直播，学习的好多东西的时候，你一定会用出来，你一定会祷告。可能今天早晨我所分享的东西你全部都忘记了，但是只有你记得一样东西，就是有神的光的地方黑暗就离开。所以弟兄姐妹，当你祷告的时候，我就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宣告我爸爸的家，我的老家要有神的光。哇，你这样祷告哦，每逢你回去你的甘榜的时候，你说，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的家要有神的光，我的家要有神的爱。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在灵界里面它就产生了一种影响力。这就是我们40天禁食的一个目的，就是我们要祷告宣告。那宣告的能力很重要，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讲哦，我们宣告就有，因为我们口里所说出的话，只要是神的话，是神的话，就是神的灵，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弟兄姐妹，我们学习神的话也是非常非常有非常非常有兴趣的。为什么？那你会发现神的光，那神的灵，神的话语跟自由，这些都是连接在一起的。只要有神的灵在哪里，那神的灵，神的话也就是神的灵。所以我们要读神的话，有神的话就有神的灵，神的灵在哪里就哪里有自由。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当你宣告，你 proclaim declare the word of God, the spirit is there, wherever the spirit is there, there is liberty, 就是神的灵在哪里，哪里有自由。所以弟兄姐妹，这个简单的道理明白吗？所以请从今天开始在你的家宣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让神的爱进入我的孩子，让神的光进入他的生命里面，让神的爱进入我的丈夫，进入我的妻子，进入我的家，进入我的办公室，让神的光进入。哇，我告诉你，你会发现接下来好多事情慢慢的开始受影响。好，我们再看第二，无神的爱与无神的光。刚才我们学习到有神的爱，有神的光，大家就很兴奋了。那现在我们要看，在一些的情况底下，没有神的爱，没有神的光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看到信徒就会停留在一种服务 service, it's not serving, 英文字如果明白 service and serving, service and servingOK, 所以如果你没有神的爱，没有神的光，弟兄姐妹服侍神的时候，他不是在服侍的，你变成服务的。弟兄姐妹，当你去一个餐馆，那个服务员啊，服务员服务你的时候啊，我们在台湾我们叫服务员啊。OK, 那服务员服务你的时候，如果你不满意他的服务，你是不是会，哎，
小二，为什么你这样把 这个盘你看这么肮脏，你会怎么样呢？你会嫌弃他，然后他听到他有时候也可能会很生气，对不对？因为他觉得他已经做了很好服务你的。那服务很多时候是向人服务啊，有 serve 啊 ，OK 啊，有 service 啊。你那当我们有神的爱、有神的光的时候，你的所谓的服务不再是服务的，是变成服侍的 serving 啊，就变成 serving。所以服侍是向神的，当你有神的爱、神的光的时候，你就是会很情愿的、很自愿的、自动自发的去服侍神，不需要人叫你，里面就看见，看到教会里面肮脏，哎，你自然而然、自动你会拿起扫把扫，对不对？扫地，看到教会有纸张啊，你自然而然会拭起来。弟兄姐妹，请问你的家，当你看到肮脏的时候，有东西吃饭了，有饭粒啊掉在地上，你会怎么样？你会故意走过去打在地上吗？弄给它肮脏吗？不可能，你会把它拭起来，对不对？为什么会拭起来？你有没有问过你自己？因为是我的家，我的家我要看到很干净啊，我要看到这里充满爱啊，充满光啊。同样的道理在教会里面，如果你爱神，你看到教会哪里不对的话，不需要牧师去告诉你，哦，弟兄你要来帮忙，姐妹的帮，你会，我看到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真的有些真的非常好，会自动，牧师我们要实体聚会，有什么需要帮忙吗？有什么需要帮忙吗？哎，有，你就来帮忙。我们非常感谢神，我们正在预备实体聚会的时候，我们看到好多弟兄姐妹自愿的，他们都来帮忙为我们装灯啊，我们来安排一切的防疫的整个的这个整个的筹备的工作啊，感谢神。那第二呢，信徒如果没有神的爱、没有神的光，信徒只留下一种的责任而已。跟我一起说责任，我们只留下一个责任。哎呀，没有办法咯，谁叫我是组长，我是组长一定要带领人咯，就是一种责任。那小心，牧师也会落入责任的。如果牧师没有神的爱、没有神的光，牧师就变成可能会变成一种专业的，一种专业的哦，或者变成一种工作了，它不再是内心里面一种的负担。It's not that burden come out from your heart. It's because of religion responsibility. 就是一种信仰的怎么样？哦咯，没有办法咯，我是基督徒吗？谁叫我是基督徒，我一定要去聚会。哦，我是领袖吗？我是牧师，我不想去，我也要去啊。我也要去讲道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弟兄姐妹就没有得到祝福。哎呀，没有办法了，谁叫礼拜五轮到我做直播，哎呀，我要起来。那你看，当没有神的爱、没有神的光的时候，我们就留下一种责任。当你只是留下责任的时候，他就会有很多东西开始出来了，埋怨哦，不满哦，然后就开始争，为什么我做这么多，牧师没有欣赏我？为什么那个弟兄做这么少，牧师就疼他，牧师又买东西给他，又请他吃？那你看，就是这样，一个有负担的人，服侍者的，他不会计较这些的，有的吃也好，没有的吃的也好，他还是服侍神，他还是服侍，因为他不是，他服侍神不是因为，哦，他是基督徒，他是责任，不是。第三，无神的爱、无神的光，就失去了教会与信徒存在的功能。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神的爱、没有神的光，你活就没有目标的，你觉得你很摆占地图，你没有存在，You don't have the reason to be existing。你没有那个 existing 的
function、哦、有在也好没有在也好、哦、都没有什么感觉。所以有时候你觉得哎呀我有去教会没有去教会也少不了我那一个危险 danger 危险，如果你有这种感觉就表示说你里面没有爱了，你里面没有光了。因为有神的爱有神光的人，他一个星期不去教会啊，我们广东人讲什么醒山不舒服啊、哦、整个身体他很不舒服，你看就是说礼拜天我们就是要来敬拜神啊。但是如果你礼拜天不去教会，或者礼拜六崇拜你不去教会还觉得逍遥自在的话，心里没有什么感觉的话，危险，非常危险，表示说你里面没有神的爱了，你要赶快悔改，你里面没有神的光。所以无神的爱就无神的光，然后你没有影响力，你失去那个 impact， 没有那个影响力。你怎么样在你的公司在你职场去影响人？没有办法影响，因为你没有神的爱没有神的光，你就失去存在的价值。一个基督徒一定要神的爱。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说，当门徒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众人就能够认出他们是耶稣的门徒。那 There is the power of impact and influence， 就是带来影响力跟震撼力的功能以及价值 value。 所以弟兄姐妹，今天这整个的分享就是说，在黑暗中发光，你一定要有光你才可以发光，你没有光你怎么样发光，对不对？你有光你就能够发光，你有爱你就能够流露爱。那么爱从哪里来？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神就是爱。如果你不亲近神，不就近神，哪来爱呢？不可能有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最后一章的 slide， 启示录第二章四到五节，它的主要的内容讲什么？他说你若不悔改， If you do not repent， 你若不悔改。为什么讲你若不悔改？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注意这些小小的字，你若不悔改，换句话说，约翰要告诉我们说，神的话释放了，会有一群人要悔改的，也有一群人不悔改的。所以他知道神给他神的话，在拔末岛的时候他写下启示的时候，他说你若不悔改， There will be some group of people do not want to repent when they listen to the word of God. There are some group of people they want to repent。所以弟兄姐妹，你是属于哪一种的人？ Which category you are？ 你在哪里？你是在要悔改的人呢，还是不要悔改的？那他说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那弟兄姐妹，约翰就告诉我们，老约翰说，有一群人不悔改的人，神告诉他们说，神就要临到他那边，然后把他们的灯台从远处挪去。就是说什么？就是说神把原本给你的那影响力 The power of impact, the power of influence, God will take away, so you do not have any function anymore。 那你没有办法有操作的功能，就像汽车没油的，你多好的车它都起不动，对不对弟兄姐妹？那么当然启示录里面还有一个好消息，它后面有写这里说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们，然后还有一段经文说得胜的得胜的我要与他们一起。所以弟兄姐妹，启示录很简单，只有两个重点。第一，你是不是听神话的人？
听神话的人，得胜的人就能蒙福。不听神的话，不愿意悔改，不愿意领受神的爱，不愿意领受神的光，神说你就失去功能。当然这里也讲到教会，如果教会原本是有神的爱有神的光的话，以弗所教会神说他会把以弗所教会的影响力拿走。换句话说什么？换句话说，一些教会如果有存在，一个教会is there but not existing in God's plan， 是在那边，但是呢是怎么样呢？没有存在的功能，没有怎么样，没有操作的功能。所以如何恢复神的爱与神的光的影响力呢？第一，认清你自己的情况。因为这里说什么呢？从哪里坠落就从哪里悔改。如果你要悔改，你就要知道你从哪里掉下去，从哪里软弱，你就从哪里爬起来，对不对？就从哪里爬起来。所以弟兄姐妹，你很清楚你在哪里软弱。可能你信了耶稣那么久，可能你还在买弯子，可能你信了耶稣那么久，可能你在财务方面还不是很老实，那你就赶紧悔改。当你悔改的时候，神的影响力就来了，神的能力就来了。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教会方面呢，要认清教会的情况。教会大的教会不一定它就复兴，小的教会不等同不复兴。复兴不是你的教会大还是小，复兴是人的心转向神，人的心开始苏醒。Awakening, revival is awakening. In your spirit, you have that awakening. 你的心里面有一个苏醒的。那教义无法取代你跟神的关系。哦，可能说我要读神学，当然很多弟兄姐妹你去读神学非常好，我也鼓励你。但是你不能够因为读神学取代你跟神的关系，绝对不行。你不能够说我是组长，那么神一定要与你同在，不一定、因为你要明白哦，岗位跟关系是两回事。关系是建立来的，岗位是什么呢？是人给你的哦。那服事不一定你有参与服事，不一定你就爱主。很多人服事都不爱主了，他还在服事啊，当然他不会长久，有一天他一定会放弃，对。那最后唱歌不一定是敬拜，你可以唱很好听的歌，但是你不一定敬拜，对不对？哦，你可以唱很好听的歌哦。当然我们非常感谢神哦，我们看到最近好多的歌手哦，都信了耶稣，好多的艺人信耶稣，是值得开心的事情。但是唱歌不一定是敬拜哦，唱歌不一定是敬拜。所以当然敬拜一定要唱歌，但是唱歌不一定敬拜。所以弟兄姐妹，从今天开始，我要鼓励你，当你要回到实体敬拜的时候，我们就要祈求神的爱神的光引导我们，好不好？这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库拉巴西基里里里里亚达拉巴苏库里亚达拉巴萨卡里亚达拉巴萨达苏库里亚达拉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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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亚达拉巴库托罗布西基里里里里里亚达拉巴库托罗布西基里里里里里亚达拉巴西基里里里亚达。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今天早晨你愿不愿悔改在神的面前？有时候你看到你生命没有很多的影响力，为什么你没有很多影响力？因为你里面没有足够神的爱神的光，好不好？这时候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我们要再一次的得到神的爱以及神的光。我们要回到那起初的爱，
主，那我们举起双手，我们一起来唱。唯有你是我心满足，唯那起初，让这首诗歌来服侍你。唯那起初，闭上我们的眼睛。唯有你是我心渴慕，哦，耶稣，你在我心深处。我告诉他，我渴慕你，渴望遇见你，渴望遇见你，单单寻求你，单单寻求你，耶稣，只为要得见你。哈利路亚！开始敬拜弟兄姐妹。说主啊，我渴慕你 ，My spirit hunger for you. Oh, we want to meet you. Yes, Jesus, 耶稣，我们要更多有你，更多有你。让这首诗歌从你的内心唱出来，从你的内心表达出来，用情感向神表达出来。哦、oh, ，我要回到那起初的爱，耶稣，一起来唱。唯有你是我心满足，回到起初，唯有你是我一切，回到起初。是的，耶稣。唯有你是我心渴慕，感谢你，哦、oh, ，耶稣，你在我心深处。耶稣啊，我宁可慕你，渴望遇见你，单单寻求你，耶稣，只为要能见你。是的，我们举起双手。每一位线上的弟兄姐妹祷告，这个时候求主你把神的爱充满他们，主啊，你把你的爱充满他们。现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神的爱充满他们。现在哦，领受弟兄姐妹开始领受神的爱，主啊，让渴慕你的心领到每一位弟兄姐妹。现在让他们够领受，领受你的爱，你那温柔的爱，温暖的爱，温柔的爱，充满他们，充满他们。耶稣，奉耶稣基督的生命，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充满，充满耶稣，充满我们，充满我们。我们花一分钟的时间来到神面前感谢他，好不好，弟兄姐妹？耶稣，我们爱你。耶稣，我们爱你。
主啊，我们渴慕你，耶稣，我们渴慕你，耶稣，我们敬拜你，举起你的双手，耶稣，我们敬拜你，圣灵开始感动你，圣灵开始向你说话，耶稣，好不好？这时候你举起你的双手，我要为你祷告，我祈求圣灵把他的气吹在你身上。耶稣，闭上你的眼睛，举起你的双手，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主啊，这时候我祷告，让圣灵的大能这个时刻临到每一位线上的弟兄姐妹，没有空间的阻隔，没有地理的阻隔，没有时空的阻隔，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祷告，我宣告， I speak the love of God right now flow into our heart. The love of Christ flow into our heart right now. 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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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说，灵说，灵说，神的气息让你灵说，奉耶稣基督圣名灵受，是的，弟兄姐妹，灵受，现在灵受，神的灵，神的恩膏，神的爱就充满你。哦，希奇里亚尼，哈利路亚！神要做医治的工作，神要医治你，灵受。开始感谢神，用三十秒的时间感谢他。耶稣，我谢谢你，圣灵，我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每一天我们不只是要听一场道，唱几首诗歌，我们要很真实的能够经历到你，我们要渴望看到爱的火，那个热情在这恢复起来。现在我谢谢你，耶稣，帮助我们走过一个美好的周末。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祷告，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灾，如同我们免了人的灾。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上帝祝福你，弟兄姐妹。